梦想可以成真当然梗系好啦。不过如果你未试过，又点知唔得呢？系咪好想喺一个大型嘅电视节目、一个大型嘅歌唱比赛同埋一个大型嘅舞台，将你嘅歌唱技巧尽情咁发挥呢？咁你要参加温哥华新秀歌唱大赛啦。如果你可以排除万难进入八强嘅话，我会系你其中嘅一个导师，我系负责舞台演绎噶。我会教在舞台上面要注意的地方，另外就是怎样可以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，当然我还会教一些歌唱的技巧的。一个专业歌手，即是我的 standard 呢，就是第一你要勤力，你要喜欢听音乐，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，你需要一只很好的耳仔，你会要听到音乐是发生什么事，这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。有適當樂理訓練對一個歌手嚟講好處，就係因為如果你好似唱卡拉 OK 咁樣，好多嘢都係熒幕上面佢有啲指示俾你啦。咁但係如果你真真正正識得去數拍子啊，或者係識得點樣聽音樂去入拍嘅時候咧，你就有真正嘅信心。無論喺任何情況同唔同嘅人合作，喺音樂上邊你都可以發揮得更加好。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，会有不同的音乐导师会教参赛者不同领域的音乐知识。那在这次比赛当中，我的责任呢是教给大家一些声音的发音技巧啊、气息啊、咬字、吐字的一些歌唱的 technique 部分。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，如果你想有機會可以參與我們一系列課程的話，當然最重要就是參與我們的初選。我們第一個回合初選已經完成了，接下來星期六還有另外一次，所以如果喜歡唱歌的朋友，又或者很想對於舞台上面爭取多些經驗，又或者可以表現自己的時候，不要忘記星期六記住來到時代坊新時代電視參與我們的初選，到時見。